你坐好，妈妈给你啊！你跑去哪里？跑掉就看不到了，你看。Nobody。哪里啊？哪去哪？快点去坐好，妈妈在哪？好吃吗，姐姐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回答我啊！好吃。谁煮的？妈妈。而且在吃什么？饭。哦，你刚刚去哪里啊？姐姐家。不对吧？你刚刚去哪里？阿妈家。不对啊，你刚刚去哪里？上学家。啊，上学，上学不是上学家。你今天带了谁去上学啊？马桶。马桶？你带马桶去上学？你不是带你的小朋友去吗？你的小猴子呢？你有没有带艾莉去？什么？你要不要带艾莉来给我看看？你去拿，去拿来我看看。这是谁啊？艾莉。他是谁？他是你的朋友。他是你的朋友啊，你可以让艾莉坐在桌上吗？看你吃饭。嗯哼，好，请你坐下来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艾莉看你吃饭哦。艾莉要不要吃啊？什么？啊，哦。啊？艾莉说好吃吗？她说什么 ？Yummy yummy 啊。Yummy, yummy. 太大口了啦！太大口了。姐姐就，阿姨就不玩吗？对啊，吃不完。这个好好。啊，小口。我刚刚，赶快吃啊！要不然蚂蚁要来吃了。
哎，不是，妈妈收起来了。哎，范范打翻了，推好推好，范范打翻了。干嘛？咬到了哈，不小心，赶快吃。不是。嗯。你看。哦，蛋蛋呢？是蛋蛋。